Baby，干嘛？你平常乱哭。坐飞机的时候都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啊？我喜欢靠走道。我喜欢靠着你。对，一二三。哇，Iris， 您个人撩哥，您觉得您优势在哪里？哦，我的眼睛很像小狗狗。啊，水汪汪的。水汪汪的哦。这个时候马上医生到我旁边来。哇哇，不好意思，面对面直视着他10秒钟就可以开始。你要撩他？你家有养宠物吗？我家没有。哎，那我可以当你的小宠物哦。哎，不过他这个真的是可爱，很可爱。很适合讲这种话。那你这种娇柔柔弱的外表，是不是会让男人很想保护你？是不是？那你可以多讲两个。这样子很难采访。先问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现在没有。没有啊？多久了？3年了。啊，这么久？为什么呢？就认识不到男生。认识不到男生？你这么会撩？你这么会撩男生？我们这边这么多男生啊，你喜不喜欢Eason这一款？这么多男生，以你第一印象，你会喜欢哪一种类型？应该是立冬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之前有加我好友。就只是加。你喜欢哪种？对啊。就是比较好聊天的，他很健谈。哦，很健谈。对，我觉得他很友善。那不要很外表无所谓。他看起来蛮善良的呀。善良哦，生气一下就生气一下了。Baby， 干嘛？你平常乱哭？坐飞机的时候都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啊？我喜欢靠走道。我喜欢靠着你。付钱，付钱！怎么办？跳机呀？怎么办？怀孕滚！好舒服的感觉哦！你好，你是这是来干嘛？心情很愉悦。你是三个字吃软饭的。他怎么瘫软在那里？不要吃醋。你几岁？我33。33了，33还这样子啊？对啊，这样很好。他刚出来，他出来以后，他一直在这边。什么？是有过敏。你为什么出门绝不带外套跟雨伞？哦，那是小心机，因为我在外面，我就会说我好冷哦 ，baby， 然后男生就会脱下外套来给我穿，这样。你每个都是 baby。啊，是。那或者是你下雨天，我就故意不带伞，这样我就会说，baby， 我没有伞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共撑一把小雨伞。那我也没带伞怎么办？来 ，baby， 你躲在我下面。就是可能脱外套我们一起这样子披着。对对对。我会喷香水，要我们。你给张一东，你喜欢张一东？来来来，你给张一东，你怎么啦？怎么样致命？在这边。这边？这边。哎呦，哦，不行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有没有？什么感觉？因为你不能只说不行，什么感觉吗？不是，因为这个靠太近了，然后它那个香是那种淡淡的香，重点是你在闻的时候，你那个视线会不小心飘到不该去的地方，就是锁骨的部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一太致命一记。给医生死，医生真的有味道哦，我这个味道是完全在那边，这味道完全招架不住。来，你现在去。想念你的笑，真的假的？想念你的，还有肉味，有味。烈士，医生那种，你怎么吸到香灰啊？是香灰，真的很醒脑哎，搓手的，醒脑是油精哦。哎，回去坐啊。现在你指定因为大哥，你来撩他。大哥，那就鹏哥好了。哇，今天鹏哥很干。怎么第一个就选我，后面就没了？对啊，其他游戏规则要改一下。请撩。我操，这什么？这我一定是曲哥的吧？曲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对啊，你可以换的。你要怎么玩？那还可以。哎，坐，坐，坐，不是坐那边，坐这。喂，不是啊，有什么关系？不行的，没有人坐不行吗？那怎么坐行啊？只是坐而已啊，旁边就可以。你要教我啊？他卖艺不卖？目前还没有，目前是0分哦。
对对，要不然就这样。哇，可以哇，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还可以，这样开始了。好香哦。好，现在三十分。什么话？怎么办？道德沦丧。你发什么狗啊？不是，因为我看到鹏哥的那个位置。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他？我看到那个画面，我就。哇，不行啊，这个就好像敏感带被，很厉害啦，他是体香真的很 OK， 厉害啦，你还自嘲，哇，他被嘲笑自己讲，哎，不浪费，这个女生很好，姐姐，我今天可以不做大哥吗？我帮你服务，冷静，你冷静，你是最快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冷静的。丁哥这么久，你要上晕船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上晕船了，你是忍的代表哎。不是，其实他刚刚有一招很正，那个腿翘上。有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肢体语言，有一点。东哈拉图马走。东哈拉，东哈拉图马，不要说太多，不要说太多。哪一国的语言？你不懂对不对？中西合并啦。你要浅，重。懂了。OK， 得分。